你是讲你受伤的，家己用的唔知啊？我当然知道你怎样。我是你老爸，我当然有看你怎样。姐夫，我还是你那亲戚。你无所知，我家这个是你害死的。现在我应该报警才有啊！我没害死个爹亲啊！一定是杀东宰人的，一定要向他亲手讲。杀东你，啊！这么规家伙啊，拢无名的，你把人杀拢起来，杀出来做菜咩啊？啊！你那敲门大号，怎家都成你阿伯算账？你又要受气哦！我按你所来所讲啊，可能你拢是不当爹话。麻烦你接电视，阿那无，我这对心不如心，我脸上庆丰，心情不好，我有任何的代志咯。恁就是恁只面子崩啦！我妹啊拢甲我讲啊，你利用公社公文咧塞我一招啦，画一挂符啊叫我签，时间啊别干时间叫我等，啥物死人骨头你也做会出？阿静啊，叫我怎么足感冒诶？差袂退过，我恁只土罗膜诶，你啥物事拢做会出来啦？我人情做好你啦。但小张人和你拖过这里侪年，第一个白酒呢，我是也心肝宝贵。阿丽咧，是一只好爸母。是一个笨手，你哪够敢来捧我的钱？为着要再想，我会好好替你利用起。阿爸就是他腿哦，今日还让我穿腿，就怕他嘞。哎，你阿弟呢？我咧怕路的哦，也路给你怕。我太喜欢。你就别跟人交谈了啊！我跟你讲，家庭这里面难住香，你就种种脸上见难看。